随着年纪的增加，开始发现我的皮肤上面会有一些皱纹，所以我选择肉毒，皮肤开始有亮度。肉毒杆菌最早它是一种神经毒素，打这个毒素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最早在用一些医疗用途，比如说小儿麻痹啊、中风造成麻痹肌肉僵硬的患者，这个都需要大量的肉毒杆菌才可以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其实用在医学美容除皱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定期一年施打2次到3次，可以解决肌肉过度紧张的状态。那长期施打连静态纹也会跟着抚平啊。那其实肉毒杆菌已经非常普遍了啦，其实目前市面上非常价钱也非常的紊乱，但是一定要选择找合法管道的有认证的医美机构才可以得到安全有效的结果。